百米高机动警察，吉祥寺站起来。筋力有志，行きます。バカ野郎！レーバー壊れちまったじゃないか！受けなかったら腹切って詫び入れろ。著名漫画《机动警察》真人版电影啱啱在日本上画，估唔到同时出动的仲有佢。呢几日在日本吉祥寺就出现了主角机动警察英格伦的1:1巨型 figure。机动警察是以吉祥寺做背景的，咁啱吉祥寺站南北自由通路又完工，梗系要揾佢出动嚟纪念下呢个日子啦。哇！英格伦企晒起身，有成百米，即系两三层楼咁高噶，唔知搞到现场观众嗨爆，仲大塞车添。夜晚嚟影仲更加有 feel 添，绝对拍得住高达啊！